LOVEWIN Scene One Take One。嗨，陈姐，你好。不如来，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跟 LOVEWIN 是有什么渊源？哦，因为我非常喜欢 Love and Win 这个字哈、嗯，因为这个 Love 呢是每一个人啊，就是追说应该要追求的一个渴望啊，就像追求美一样的渴望是一样的。那同时在你赢的时候啊，就非常想要能够回馈嘛哈，所以说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搭上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就是说你可以是人生的胜利组，那同时呢也是怎么讲呢，也可以付出爱啊，然后你又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何况就是罕见疾病啊，非常需要一个更好的，就是更多的人了解什么叫做罕见疾病，然后罕见疾病的病患呢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所以我就参与了这个活动，然后希望它能够搭起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这样子。那你嘞，那你做演艺演员，你为什么会喜欢就是要参加这个活动呢？我本身其实对 LOVEWIN 一直有很大的热情，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就算我是艺人，然后不管是去哪里，大家都喜欢逛街啊，出去you know等等的，去度假旅游等都有。那如果有一个平台是可以把这所有的都喜爱、渴望、渴慕的一些东西，能获得到，然后同时间也可以回馈，然后帮助，然后也可以让更多人知道需要帮助的小朋友们、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有这样的平台跟这么厉害的一个项目。你准备好了吗 ？Of course 。